这是要排钱，这是要排钱。我怎么不会看你？我们第三名呢，超爽。开心的表情。拿着。对，拿着要讲。
就努力了很久，然后也就也是花了很多时间，通常就是一个礼拜要花到两到三天，就是晚上留下来练啊，留下来做啊，然后还有花六日的时间，通常都就最后一天我们也赶到了至少12点多。有，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在过程中学习到很多东西，虽然会过程中很辛苦，但是还可以学到任何东西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对自己以后都有帮助。感谢的话，就很感谢科上的主任，还有让我们做这个装置的那个老师。啊，也感谢两位同学可以一起找我们。好激动哦，我有点要落泪的那种吗？想让人家再来，有没有带眼药水？快点，眼药。我很感谢我们的团队，还有带领我们的老师啊，我们一路做起来真的很辛苦，因为我们从无到有啊，自己，因为我们是本身是这个科系的，很多东西都要自己加工，然后要花很多时间，有时候假日晚上都常常留下来，因为赶进度。然后我们因为我们是三年级，我们要考试，然后我们需要在考试跟科展中间兼顾，然后那个时间可能有时候要放弃一下我们的考试成绩，然后跟那个专题这边兼顾，然后我们团队都非常的累，然后也谢谢我们的带领我们老师，其实非常开心，因为我们刚其实上来的时候就虽然看起来不是很紧张，其实我内心是非常的激动，因为很怕没有得名会这样，感觉会对不起老师还是什么的，对不起这个团队，就是非常的紧张，然后又很开心这样。因为大家都辛苦了，就是这几天，就是北上台北这样。就是虽然这几天非常劳累啦，也就是过程中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也是经历很多挫折，但是我们还是得第一名了。有给未来学弟妹想要参加比赛的建议吗？学弟不要累哦。好好讲。这一年来真的大家都辛苦了，就大家辛苦了，加油，学弟妹加油。像我们比赛前一天，老师还特地从晚上9点多陪我们到11点多，一直练习报告。我觉得大家都累了，但是也很值得。谢谢。心情非常的开心，可以得到第一名。有我们一开始想了非常多方法，只是后面就跟老师一起讨论，最后讨论出我们想要的方式。未来的第一名，希望你们能跟我们一样继续加油，永不放弃。那你们在准备了多久？大概准备了半年，可是我们到快要比赛之前，几乎都是6日都在学校。感谢两位那个老指导老师、主任以及那个科上的老师，谢谢他们的指导。而且你们都在穿西装哎。你们好，来看看。很惊讶，我们可以第二。制作报告的过程吗？就是你做什么都被泡的感觉，就是你觉得这可能 OK， 然后老师跟你讲你在做什么东西，你这样比赛能看吗？就是你在过程中备受怀疑的时候，你就会想说我们这个东西真的能得奖哇，你就最后就有坚持就有东西吧。比赛哦，老师蛮重要的，指导老师蛮重要的，像我们就有经验的老师比较对，像我们老师就很棒，就很有经验，因为他之前有带过，他就知道一些眉角角，对吧？他就有帮，就是等一下吗？因为你比赛报告的模式跟我们平常在交作业的报告模式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就是依照我们平常的报告在写，
然后交给老师，老师就觉得你这样东西不能出去比赛，所以他就一直改，一直改，改到就是校服现在这样。然后中间吧，痛苦了，可是看到第二面还是蛮开心的。参与我们111学年度，我们专题暨创意制作竞赛。那这次的竞赛活动，我们从半年多开始，缜密的规划，但是无奈疫情急速上升哈，所以我们也随时在调整各种的这个应应的措施。那也很高兴说，这次我们也能够在这个疫情的状况下呢，能够顺利来举行。那虽然有一些同学不方便来，但是我们也透过线上的方式，让所有的同学都能够这个参与这次的这个盛会。那我们也从这个过程当中看到，所有的技高学生虽然面临到这样的严峻的挑战，但是他们能够不屈不挠，能够展现出来他们在学校所有的学习的成果。那我们很谢谢大家啊，让这次的竞赛活动能够顺利的举行，也谢谢国教署大力的支持。那让所有的学生呢都能够把他们三年所学的这个相关的知识呢，透过这次竞赛呢，把他们展现出来。我们也看到说，技高的学生他们真正务实自用的能力，可以把他们在学校所学的去解决各种生活上的问题。相信虽然未来面临疫情的挑战，大家还是能够在这个努力把他们的专业成果去。能够协助人类面临到各种挑战跟难关，我们也谢谢大家的参与，也预祝大家在这样的一个严峻的挑战之下呢，都能够健康平安。谢谢大家，我们明年再见，谢谢。那虽然在线上评审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这个比较没办法实体去看到学生作品的地方，但是学生他们能够。透过线上方式把他们的作品呢能够充分的展现出来，我想这也是在未来我们这个面临到无法实体上课或是无法实体展示的时候，学生如何透过线上方式去把作品呈现，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啊，这也是我们从疫情过程当中得到的另外一种收获，也祝福他们，也恭喜他们学生得奖，谢谢。加油第三名。第三名。等一下，我先走，我再继续。有点累。我爱你。对啊，你这个包。但我真的很想吐，就是。你走开。赶快镜头要帮你们拍照，赶快一个去领奖，拿着身份证。Thank you.
是属于我们这个整个组的。那虽然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有发生一些小争执或是不愉快的地方，但是看到这个第一名，我觉得我们都值得了，就是这反正就是这个第一名是真的通过我们努力很久得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对实至名归的。虽然一开始就是很反感这个专题，但经过队员的支持，我觉得这个专题让我成长了很多。刚开始真的不想要逼着比赛，然后就是因为队友支持啊，老师的鼓励这样子，然后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可以去逼着比赛，可是大家都在努力，也不是只有我，然后为了大家，我们就一起拼这个专题，然后很开心的是，因为我们得到第一名了，然后一切都很值得啊。那给学弟妹什么建议？参加比赛的话，不要小看自己的能力，就是自己是最好的。你没有去投入专心做这件事情，你不会知道你的能力有多大。一二三。我们刚刚一来，然后就大叫哭得很惨，因为这件事情是我们从去年参加别的专题，然后今年就在那个叫什么？我们就花了一整个寒假，然后我们花了半年在做这个专题，然后幸好有这么好的成果。我爱大家，主任老师，我爱你们。很谢谢这一路上来，然后帮助我们的老师、主任，然后还有同学，他们都有在帮我们鼓励。谢谢大家。然后也很感谢任课老师，都很体谅我们，都要一直请公假做专题。然后也很感谢我们家人，然后就是一直让我们这样出来，然后很晚回家，很晚回家，对。我就不下去了，感谢你们啊！我的，我们超棒的，我们超棒的，第一名哎，第一名哎！哎，其实还好，没有很激动的，因为其实，在练习的时候就大概知道。我们的当天表现是大概怎样？就是第一名的话势在必得，从构想到完成的话，再到准备报告这些大概半年多，然后做过程吗？对，比较难的是有一些是我们课程还没学到的东西，我们要一边跟老师讨论，然后一边学习，然后一边做，这是我们遇到比较大的问题。我比较想要就是感谢指导老师，因为他们就是连假的时候都会跟我们一起在学校做专题，然后很耐心的指导我们。谢谢应胜老师指导我们啊，很开心被你指导，然后也拿了第一名，没有辜负你的期望，谢谢。老师对我的期望非常高，我们在制作的时候，老师也常常跟我讲一些道理，还有一些处事的态度，还有积极度跟一些做事情，还有对待每件事情都要认真。我们终于可以毕业了，就是辛苦一年来的成果都我觉得实至名归，就是对每天彻夜难眠，然后与日俱增的压力，然后就是终于拿下这个奖项，对，觉得很欣慰，就是努力有得到 pay 到的感觉，很棒。可以早一点放学回家了。有种提早毕业的感觉。谢谢大家，就是要准备好一颗完整的肝，才不会撑不住。把平常的努力啊，就是发挥到100%，不要白费自己一往复出的这些过程，就是对，尽力就好。要相信你的付出会有结果。加油，早点睡。
消除这件事。你要拿一下吗？好。我觉得我们能得到这个名次是真的让我们非常感动，因为我们就是一路走来就是非常的蛮艰辛的，然后就是不断的练习训练，然后最终会有这个结果，就是大家现在心情都非常的很澎湃。我们主要还是感谢组员的努力，也要感谢老师的指导，因为有老师的指导，让我们可能有些方面不正确，老师可以立即纠正我们。学弟妹们加油，选好，祝你们好运，要选好队员。我觉得这次很开心，因为我们真的没想过自己能拿到第一名，然后我们也付出很多的努力去在这份专题上面，然后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很努力去做，然后并且最后拿到第一名真的很开心。中间就是主人都有一点就是小磨合这样，但是就是最后我们还是都克服了一些磨合，就是真的能走到现在真的很感谢有你们。就是其实我们当初在设计 APP 的时候，有一度其实真的整个档案都打不开，然后已经快要完成了，可是我们联络就是我们购买那个软体的厂商的时候，他说档案是没有办法修复，所以我们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内就赶快再重新做那个 APP， 所以其实花了蛮大时间，每一个人都熬夜到两三点，对啊，所以觉得终于得第一名，可以不用再熬夜。其实就是在做专题的话，还是以主题，其实是它的发想会比较重要。对，所以你有一个好的发想，然后会希望学弟妹可以，就是可以去找更多的资料，然后来做专题的一个研究动机。就是我们真的很棒，然后就是真的很感谢有你们，因为中间其实换了很多次的，然后我们动不了，然后。其实那个时候也想说，可能不会走到这第一名，然后现在其实很感动，真的很谢谢我们。没事啊，受不了，很棒，真的。而且其实我们就是三年级了，然后要一边顾统测，然后又要顾成绩，就很怕统测没有顾好，然后就没有得名，变成两个。对，真的就是。其实也很，就是谢谢我们的指导老师，还有就是帮助过我们的教授，还有那个同学，一路上非常支持我们的人，真的很谢谢他们。没有他们，我们可能也没有得第一名。因为我们在楼下就很紧张，然后我们就有跟我们班导一起视讯，然后一起揭开这个第一名，因为我们就很感动，因为我们真的努力很久了，然后从刚开始的可能对不被大家看好，或者是到现在这样子，就是觉得很感动。而且我们班有五个组，然后一开始我们是最落后的，然后我们中间也改过组，后来全班就只有我们进。虽然说，因为现在已经剩一个月就要毕业了，但是很开心可以认识大家，然后一起完成这一年的专题，这样谢谢你们。好，因为我是组长，然后我也很谢谢大家，就是都很配合。然后虽然我有时候可能会讲话比较直，但是他们也都很配合，然后大家都一起完成每一件事情。就是在合作的过程中，然后都会发生一些可能问题或者是困难，然后我们都。就是一步一步这样走来，然后就觉得很感动，有这样的成绩，要加油，加油，一定要有信心，然后要有企图心，就是不要怕会觉得很辛苦，然后不要觉得一定会很累，但是你只要很努力就会有成果，一定会有收获，就算真的什么都没有，你也不会对不起自己。然后我要走，来这样，好
老师、各位同学，我们111年度专题及创意制作竞赛已经在今天顺利的完成。啊，这几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我们在很艰苦的环境之下，我们还是顺利举办了比赛。啊，今年因为有部分的同学受机格的影响，啊，无法到现场来参赛，我们也采用视讯的方式，啊，让每个选手的权利啊不要受到损害。那我们从今年比赛看到我们的选手的表现，我们参赛同学的表现啊越来越好，啊，竞争也非常的激烈。那我们在此恭喜得奖同学。啊，那没有得奖同学，我想在专题制作的过程里面，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啊，未来各位在啊继续升学的路上啊，一定会对各位啊非常的帮助。那再次恭喜各位啊，也感谢各位师生的一个参与，谢谢。平常心啊，就一直按
是按自己的理念，对，有想法就跟老师说，不要那个，不要闷在心里，对，有不舒服也直接跟组员说，然后什么事情都可以说，不要紧张，不要害怕什么的，反正相信下一届也可以得到好成绩，相信可能就会可能，这是我们校长常说的一句话，我们铭记在心，相信可能就会可能。其实这个竞赛呢，我们已经参加第二年了。那去年我们只有得到决赛的佳作。那其实这个佳作呢，是我们就是再次参赛的一个决心啊，所以我们又再参加一年。那也非常就是非常开心的，我们又再坚持了一年，所以可以得到这个第一名的成绩。然后也非常谢谢我们的指导老师许志伟老师。那他们陪我们两年，然后只要我们遇到一些问题，他们都会帮、老师会帮我们解决，所以真的非常感谢，还有非常感谢我们学校给我们一堆经费，让我们可以完成这个作品，谢谢。我超棒，我们很棒，我们很棒。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人。看我按靠近一点，三个靠近一点。1、2、3。就很开心，也没有想到会得到第二名。对，就差不多是这样的感觉。也没有想到会这样，很意外。我时间压力可能比较多，就是要抽空时间来做这个专题，所以可能有部分也没有很，部分的时间没有做到很完全。准备考试，还要准备这个专题，时间上分配就是比较困难。好，感谢我的组员，还有指导老师。我还有一位原本跟我们一起做专题的那个同学，因为专题组还创意组只能三个，所以那个只能我们三个来比赛。对，也非常感谢他，努力做好。